大家好，我是西南，叫我阿南就好了。今年32岁，单身，渴望在这个城市认识一些高质量女性。高质量女性，想要跟你一起度过每一个夜晚，每一个春夏秋冬，也是很辛苦。干嘛啦？怎么样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阿手？啊，怎么了？阿手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。来，你对我们家阿南有没有前途？是，对我们家阿南有没有前途？你看他的表，我是知道啊。他一点人才啊，但是他现在有一点 trouble 了、啊。怎么 trouble？、啊、对，他我有什么 trouble？ 没错，我有什么 trouble？ 跟你讲啊，有民众啊对你指出啊，你有骚扰之疑啊。骚什么扰、啊？请麻烦啊，跟我回去警局一趟啊。对啊，有什么证据啊？在场哎、欸，医生啊，可以作证啊、嗯。待会他会跟我们一起回去啊。等我来，我们这边还有更多受害者，他们刚刚被骗。什么受害者啊？也完蛋了，乱七八糟讲、啊。我找他们来了。好的啊，自己要注意一下，知道吧？来。不然我们一步到警察局，走啊，我们警察局啊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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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跑吧，不要跑，哎呀，嗨，啊，哎呦，我操，救命啊！我操他妈，救命啊！快上车，让我上车，让我上车！我的妈！我呀，我呀，快快快！我操嘞！没有了。你怎么没有翻呐？完了，车胎还破了。完蛋了，下车！太天了。救医大变色，大哥，快跑，大哥！最后一次，那你再警告一次，我你再警告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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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警告一次，好，对对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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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哎呦！不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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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跑了！哎呦哎呦！不跑了啊！不跑了，不跑了，不跑了！不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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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跑了！这边我在想，这个医院应该跑不了。衣服的事吗？你们刚刚说那医院应该跑不了。对面他妈的就是对面吗？哦，有一台摩托车哦。OK， 那个阿嫂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行不行啊？去警局上吧，好吧。我们警局很近呢。我突然想那个大便呐，对啦，我是忍不住嘞。没关系，你先这个忍一下，先忍一下，去警局再上厕所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忍不住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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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冷静点吧，我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哎呀！阿桑，这就是你不让我大的下场，阿桑。阿泽，你可以帮我解开吗？我这样没办法擦屁股，阿泽。你再拉的话，我要把你的缝给堵上了呢。对啊，等下堵上啊！不要堵！等下，我身为犯人也是有人权的嘛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正在拉，我还没拉完。你不让我拉，我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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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阿泽，你可以扶我起来，我起不来，我起不来，我起不来。算了算了，哇，好恶心！哎呦，起来！跟我们走吧，我不带你啊！走了。那、啊、这边你在这边吧。哎、啊，你不是把我们椅子给你过来呀？我带你去洗一下，带你洗一下，还要洗一下，带你洗一下，洗一下。快，我带他去洗一下卡车呢。洗一下，洗一下。来这边。啊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这是我的大便吗？什么大便？你他妈！那边，过来，有够臭的，还要掉下来的。等一下，阿成，快点，你有够臭的，快点！我要把，反正我带着你走啊。我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我要那个，我那个主场有问题哦。你冷静点，我要受不了，我也快动不了，怎么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。大阿成，不好意思，你跟我走，你走。那个阿成，长官，你麻烦再亲一下了啊。好不好？再亲一下啊！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这么像一只羊呢。长官，没事，我把他带来这个清洗哦，我先把他解扣。哦，谢谢。你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哦，谢谢啊！你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。靠近一点，我帮你解，我帮你解开你的手铐，你在干嘛？不是你不要，你不要，而且我觉得 OK， 那你我跟你只有两个，你把他丢在那儿。不是你不要把警局浴室弄脏了，你把丢在那停尸房里面了。哦，不要把警局浴室弄脏了，完蛋了！那我怎么样？停尸房。
我洗个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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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洗个头。哎，不要看我洗澡行不行啊？不要看我洗澡行不行啊？啊，我洗一下啊，我洗一下，我洗一下，我洗一下。哎呀，没什么啦。我们是看到他的。啊，洗完了，洗完了，洗完了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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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哦，不是你们警察没别的事干了是吧？怎么这么多警察啊？哎，等下我又在拉了呢。完蛋了，我又在拉了。你又在拉了吗？我又在拉了，我又在拉，我又在拉，等等等，我再回去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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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你是止不住是吗？我看我可能是没拉干净。等一下哈，我拉干净一点。等一下哈，还是我帮你止一下。哦啊啊！现在警局需要那个啊啊啊啊！哦、啊、哦、啊啊啊，我要不要帮你抽一下？阿瑟，有听到吗，阿瑟？阿瑟有没有听到 ？ABC 哦，请用装备吗？哦，学员不用啊，舒服多了。电击枪吗？对，不是，有一个是内佑的表妹过来处理。啊，阿瑟应该这处应该是拉干净的。哎，来，阿瑟我还在漏呢。我给你要不要进去啊？我跟阿瑟，我这个我帮你指一下，我帮你指一下，不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为那个你们警局这个环境我感到很抱歉哦。再去请一个那个打扫的哈，帮咱们打扫一下好不好？这个要哪边？老黄是不是？啊，老黄，老黄 ，OK， 哦，老黄啊，哦，好。哎，阿索，有没有出的喝的哈？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你吃了又拉，快出！谁你吃了又要拉？对，你吃了又拉。我看到。除了拉出来，那也是出嘛，对不对？快，赶紧给我出！不行，你吃了拉的话，不行！快点，阿总，我真的不行了，赶紧出，赶紧让我出，快点！哎呀，他们吃自己的屎不就完了吗？啊，爸！哎呦，好多了！哦，又有东西拉了，嘿，又有东西拉了！你先听我讲啊，就是这个，你不是把我们警局里弄得很乱嘛，对不对？哎哎哎。我刚才问了一下保洁嘛，我们警局真的有请一个保洁呢，就是每天晚上12点帮我们打扫警局的卫生啊啊啊！然后他再问了一下呢，他要双倍价格才能帮我们打扫今天。他要双倍价格是不是、啊？找我们大哥，我大哥在旁边，红色衣服那个，他是我的钱包，找我钱包。找你吗？然后我们刚谈到哪里？你可不可以进来谈啊？你可不可以进来谈呢、啊？哎呦，陌生人是吧？他想骗你才是。对。没事，你进去，我没有，我给你这个，你进去帮他安抚一下，好吧，帮他安抚一下他的肛门，你拿着，你对，帮他安抚一下，哎，进来，好、哦，我看你踩到我大便了，好、哦，你踩到我的，你现在满脚都是大便，帮他安抚一下，帮他安抚一下，你不要。No！不要！我什么都素质都，我帮你喷个香一点嘛，我什么素都没哦。这个是哦，你说这个是那个哦，空气清新剂嘛，空气清新剂。不要！不行，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嗯，好，那你稍等我一下啊，你论述不错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冤案的啊。呼叫 ABS 长官，哎。真的有打扫阿姨，从里面到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从那个警局门口啊、哦，一路扫下来，然后到那个洗那个淋浴间都要扫啊。等一下这边再麻烦那个阿姨啦哈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啊辛苦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没事，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恶心你不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奇怪你不爽你不要做啊！我
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停，听我讲，先生，别拉了，先生听我讲啊，不拉了啊，怎么样？听我讲，听我讲，别说，听我讲，哎，先生，我送，咱们这样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实在是很难忍受你在这警局这样做，然后我们也很困扰，对，然后我下边的注意点，好不好？怎么？你下面的注意点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警局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等会冷静点，等会冷静点，等会。哦，下辈不是，哦，下辈子再拉伸掉。哦，下辈子注意一点的是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下辈子一定会叫我爸不要伸肛门给我。他一坨，我们就要流放你了。OK， 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也祝你生儿子没屁眼。我祝你没有屁眼。OK， 那我也祝你生儿子没屁眼。OK。等会，我这边不支持这个。等一下，哎，怎么了？180块，别忘了。你没看到我宝剑在胸里吗？等一下，我不，你知道我的苦衷的吗，兄弟？不是，我知道你辛苦了啊，我也知道你辛苦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想这样做。对方要跟你追究了啊，我们这边由于这亲嘴了，我们要给你罚钱啊！罚钱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废话啊，罚钱叫了。你去啊，罚多少？罚多少钱呢？哎，哦，罚多少钱？180块是不是？这样总共是1000元的罚金的啊，我们这边数字表算五千到一千这个论据嘛，对不对？那就600啦。1000块600，嗯，太贵了啦，我身上也不过就太贵了吗？我身上才多少钱？你他妈罚我600，给这个给这个犯人哦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，那也是很重要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让我金盆洗手，我要怎么样金盆啊？250，180，安迪，哎，等我一下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来叫你，我在等你最后一分钟，他没进去，你没有把他送走，你就我们把你送走。等会，我要爬起来，你还突然去关注你现在，我给你最后一分钟，我受不了，快点，58，57，56，55。我跟你讲啊，等这个东西啊，等一下，注意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想再拉一下，我还想再拉一下。这边，受不了，等一下，我突然好奇一个问题，害怕了，阿瑟，你等一下打案底吗？下次啊，你讲这是什么废话？当然啊，那你的案底你会怎么打？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就是呢，这个蒋欣达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从医院拉到这边来，然后我们最终来判他嘞，叫他回去哈，得注意他的肛门。哎呀，所以我是拉屎罪是吗？啊，重点不是，时间快没了。哎，阿Sir，一分钟到了，可以把他送走，快点，赶紧的。我先生。丢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啊，阿姨呀，阿姨不好意思啊，再从这边刚刚扫过的地方要再扫一处了啊！我走开，走开，出去！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希望你能体，虽然希望你能体谅了。哎，那个衣服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哈。衣服，你不是重洗去的吧？我衣服还在下面呢，我刚刚在里面洗澡的时候，你放开我去拿。你放开我去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忘记拿衣服了，对不起。阿Sir，可以去接过一下吗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到了这边，到底在干嘛？我到这边止不住的变异又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使出我的洪荒之力了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！哦，拿到衣服了，然后有谢谢阿爽，他这个嘞，不正常哎，他拿衣服，来，我不能快点跑，我不能穿裤子，我又在大便，走了。我感觉他肛门失禁。对不起啊，你这个刚刚扫过的地方全部都要再重扫一遍，谢谢你啊。你不要太过分。